这看一个记得啊，婚姻是大项目，大项目啊，婚姻可以说爱算命的大部分是女人，而女人来这每看必看婚姻，对对，所以把婚姻抓住了，抓住女人心，没事没事，行行行，消极。喜迎小姐未婚啊、谁想你就行了，这与男友关系发展看看能怎么样，满月这又是一部剧，名字叫什么？新小姐，新小姐，一二三。这个求测者，先把这个对应关系找好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？男友。这是什么？这一个什么？阻碍，阻碍，看这阻碍是谁？这是，问阻碍是谁？这孩子，这绣球缝合，这不算孩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那冲破有没有打太香？冲破有没有打太香？就算大孩子吧，你这是运，这个歌叫运，危险的一个东西啊。这是什么？女人，另外的女人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另外的男人是不是？
这两个是主角，是吧？这是女一号，这是男一号。他们挂名也给体现个信息了，他这个车里男友什么已经出了一段时间，是的。那么现在来车对不得挂，对不带口舌，肯定是发生点口舌，发生点问题，是吧？六冲挂，对不对？这是净着冲，还不是自己的对冲，说明什么？双方都跟这心里都跟这较劲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双方都闹别扭了，是的。这种情况是闹别扭。没打起来，不是直接打起来，是吧？没直接冲，静着冲行，是的，是不是闹别扭？正点嘴闹别扭，是的。原因是在哪儿？兄弟，这个兄弟人构成的，这个兄弟是，这个代表这个阻碍是代表什么？有可能是那个女是女方还是男的？女方，女高为。谁这个签了主力吗？那个可能吧。我说我感觉在这里面过很难的。男的吧。这兄弟是男是女？那是男的。咱女的，那女的是什么？男方，男的是什么？这可能是男，可能是女，到底是男是女，就是谁有问题，是不是林国成？所以，看一看，女的，那就相信了，那在后面。还得看完成绩。这个是男是女？男的。这要是女的，那么就是男的有问题；这要是男的，就是女的有问题。你看这里还可以有个像胡丁的，因为林对宫可能代表女的，实际上这个他是阳的，他又是代表男的像，这个怎么确定了？那就可能这样子，上面那个是男的动的，那个兄弟，冲突上面一个女的，他们两个上方都可能都有的。女厕的应该是女的。从学校被勾走了，挖了自己私房的草嘛。主要估计不对吧？因为怎么了？一条。这也可能不对，可是代表他在师爷，就是说，是师爷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师爷。那也可以。也可以。那么他跟他挺熟悉的。是不是？那么是啊，这朋友，这个朋友不一定非是那种关系，他俩没有那种关系，为什么？他俩没有特殊的关系，就是也可能是他的朋友看见了，这个女的可能是他俩一玄武，冲着当面看见了，是不是？看见这男好像给一个女的在一起，隔了一个虚景是有错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是这种像，他这个就是他的朋友走道，这不是林玄武，林国成走道，看见吗？好像看一个和一个女的在一起，可能就告诉他，是不是？他冲，那么是他俩有没有关系呢？这个不代表他俩有关系，因为他俩被他就构成，他俩没有直接是吧？特殊关系是不是？没有特殊关系。
代表的意思，这是一个象，这我是帮空象，就说明说没有真正面目怪，是不是？只不过这是一个空，是不是？这种一种象。那这女的可能李玄武对她呢有点好感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朋友看见了他俩走在一起，那么所以他对他就是有点口舌，有点怀疑他俩的表劲儿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么看后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？能有调解的余地呀，是不是？是真事儿还是误会呀？其实他俩看着走也应该是个，完全是个误会，为什么？就看那个，他俩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偶尔走啊，还没发展到那地步，起码没发展到那个地步，是不是？有四本这一句话啊，真的有四本，你就是说，外人这一句话能起其他作用。因为你要是跟妻子感情挺好，外面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我昨天看你的丈夫，你不用，咱们现在男人多，是吧？我昨天都看他对象和一个男的在一起，那个男是谁？这问下你毛不毛人？对不对？你肯定毛人。”那么这种像最后人看有没有调节的可能性，这就是阻碍，阻碍已经阻碍了，防御给他冲一下，那个死守给他合一下，最后发展了没有？现在已经说对韦泽了，有口舌了，是不是？你分享了，那么后边发展呢？能不能好呢？好，好，好。怎么好？闺妹是嫁女的吧？闺妹嫁妹，装备。因为关键是阻碍哈，他绣球越刻画退的速度越快，他可能看差了，可能看错了，是的，误会可能。他绣球这阻碍是吗？你看灯笼绣球。有时候他这空穴的空啊，这空穴来风有时挺可怕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最后人画什么？画退了，问题不太大，是不是？他年轻的话还挺正，是不是？贵妹嘛，是家妹子嘛，是不是？最后人还可以解除，这还是六冲啊。因为这种六冲啊，他没法弄冲能差，而且图像冲不是其他表象冲。那种直刻，图像冲是什么？他是冲不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其他妖相冲，他有对对方有伤害，这种伤害就不是太大，况且还没动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传话的。那这个女的也没有男的，因为他俩之间都没有什么特殊关系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。这个他俩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有女人追他，也不是他追人家，对不对？走在一起都有。那这成吗？这个能成吗？这个时候变化化名告诉你，下面一个。这个星耀姐就是一个妹子，我嫁了。如果是其他流程卦，不见得。你看，其他流程卦是直接流程冲克，这两个流程卦土是吗？这种冲克，
问题不太大。有时候你看有时候俩打打打闹点别扭，可能还出现感情了，闹了点事情哈，别别扭，因为有感情，时间长不见还想对方，有俩还一打还好事，是不是？有时不闹矛盾呢可能还是问题，闹过矛盾以后，因为闹过矛盾误会结束，可能感情更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事？这个也可以看，这个是这个女人也有什么害马为善和的相啊，被他还送错了，也有跟他可能怀不孕打不太有相应，是不是？这个害马为这个善和有相，但直接送错了，卡掉的相。以前有个男朋友，干嘛这样说呀？以前有男朋友，不敢说有孩子吧，起码感觉以前有个男朋友。那以前男朋友在哪儿了？嗯，在哪儿了？在大锅台吗？没有男朋友，他们大锅台。打过来，看他俩拿过来。跟着呢。可他俩，别的孩子，没想，跟他俩。那有的意思，那是。这亲密一说可别引了啊，这个有点危险性。那能不提打开，尽量不提。你要是弄不好了，打不打太打不了，再打你就回来。又是闺蜜，这个妹不用再嫁了。嗯，还要再嫁就是另嫁了。哎，不是闺蜜呀，我抄错了。我说的是，名字抄错，名字抄错，你忘了？把这个挂名抄上去，天德女。天德女性感兴趣你们？藤白玄，Mm-hmm.
吃的比是啊这送是送上西天了，因为这句话给你送上西天了。可能是父母。真是不好听，这个就是要退出。我认为算是。也是吗？能冲吗？这个这么旺能冲吗？原始妄想不能冲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。这原始是妄想，不能冲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没有原始，或者原始封控，或者原始绣球。你这个被他这个冲，这是秋车者，这是什么？掌。这卦还有一项，看看，这个爻是怎么？是破还是暗动？暗动。暗动。暗动，因为得这个棒是这种冲突暗动。看这卦。那你们给预测预测这卦怎么说？那不说，自带不说，如果对也不说。不说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再接。送肯定是事情，要多说。哎呀，不说又是别的事情啊！我说了一些，我这不就别说了。你预这卦你就算啥？哎呀，这卦不太吉呀。夫妻这卦看哈，夫妻俩有生离死别之祸，这个可以说的，哎，年光组织是不是？生就离，死就离，是这个是丈夫是死，可能肯定是死的，肯定是死的，那亲戚一旦不死呢？那够吗？妈，你这啊，是有生离死别之祸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已经死了，为啥？他这个入墓了，就入墓了，还空了，就没有了。那现在根本没有这张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根本没有。那暗动克的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入里根本没有。这个人构成就是入土之下，不像鬼够走了，够走了合到哪了？合到地下这个家了，对，地下这个重要房子，这房子，这个房子代表什么？棺材，阴宅，阴宅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合到阴宅里去了？对对对，哎，这信见的坟呐，这信见，那也就是这个月，有可能死掉了，也可以吧，入墓了吧，三月份。空的前一天啊，前没空的死，没死，没空就死了。这是又入墓又空，还不上挂，那根本没有影，再出不来了。他这种情况是不得出，他要再出就鬼，这不得出。
你看这扶着疼了，这他绣球功夫真疼，真没有。是这都拳你往下的腰，这是能得出，这都拳不得出，那么不能只有死人咱不得出，是不是？咱就记得活着胜利，他也得出啊，对不对？这不得出。这也是鬼了，是不是？由官变成鬼了，由丈夫变成鬼了。除非你要是没有这个身体的，哎，完全从外也还可以，是不是？这都愁啊，就说明这丈夫的阵都不能再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临死前放了一个屁，玩玩玩玩。像这种像，这天水颂，这个颂就是普天普地呀、像是向天诉苦，诉讼啊，向天诉苦。是不是诉讼吗？是。送咱有送。睡死，就是他睡觉好像他睡死。
好像晚上好像都早上起来死了。这个知道答案是吧？睡死。睡死了。你说睡死到底是什么病不知道。啊，对对对。他这睡死了。哎，看一下。她既然她丈夫死了，为什么还来测婚姻？她丈夫知道她丈夫死了，为什么还过来测婚姻？看看婚姻是怎么的，是不是命里该有那么回事儿？对不对？有那你都觉得她突然这个死去，不是说有预兆，一直得病，一直得病的那个死的，她这种突然这个像阴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叫就挺正常睡死。我们当地还不少就诈尸啊，就我们郊区啊，去年还有一个。40岁的人，给单位上班睡死了。还有一个家就是，是命令多少年前，也是30几岁，在家睡睡觉死了。我死了。好几个。睡死。这种睡死，我估计就是一种什么，就是血液方面的什么一种病，就说有血栓了，血塞了，就说你但是一旦这个血栓哪一块掉了，一下把这个血管睡死觉堵死了。五十以后谁也不去血可能是这么事儿。陈医生也是头部呗。啊？是吧？头部有。可能这个头部是那啥，咱也应该弄不清，反正是死了。嗯。哎呀，我们去年那小区的那个那是铁路人上班，自己睡死了。我们都觉得挺突然，因为头天白天还给他们什么？跟他们唠嗑，跟咱小区唠嗑，晚上睡死，你看有病，这种像，这是个暗洞的像，不明白，就是睡死。先生，哎呦，正好是天在里面逛着死。这是啊，睡在里面吗？没把线给挂着死，这是睡死。睡觉死那个退休的睡觉，谁穿衣服睡觉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挂着死？挂着死，这是男人的问题。哎，这死的好。凡是发现自己头脑有那时发木的时候，或者有那时这阵就觉得是可得注意，有那时不当病，还没有感觉，尤其在40-50岁以后，就能得这些嘛，梗死了，有那时心肌梗死，是不是？有那时血栓，谁知道是什么？咱就看不出来。
进去了。这个把肉身放在一起吗？肉肝白宣看看怎么样。气是扶着，现在说起不来了，说怕着，是不是？扶的嘛。味入木子香。那就是进院子香，现在已经是吗？在医院里不行。您腾蛇，所以什么？不太清醒，是不是？现在就迷茫，不太清醒，时而清醒，时而不清醒，是不是？您腾蛇，这你玄武刻的也是不清醒，是吧？这是代表头部。他花他去刻他，是不是？不像，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？差不多要去了，不能吃了，危险的啊！对，危险，比吃了更危险，是不是？反正要去，反正要去的。这棺材，这棺是不是棺材扔吗？对。这是个，这是个棺材了。是，对。这个棺到底是棺木还是医院？这是棺木，这形成这个棺木。这个木。是不是？棺木啊，这这。啊。棺木。这是阎王爷拍的。这是给马马面来了，擦牛头啊！林腾蛇这小鬼啊，拿绳子来拴他了。
下，因为他是绣球。绣客。绣客，他难道不能按重看呢？因为这个原先的话呢，这不能重，是不是？这个管的是官方医院，这样医院像是得不得治呢？嗯，这个算是暗动。暗动还是？暗动吧。我不是生不要问题。暗动，对不对？暗动心里急呀、啊，想生，想办法生了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他自己就是看一下，快起来操的，快点，我们血太淡，快点。这个能不能破这个墓？有没有权利去喝它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破不了这墓，你就不行啊。对对对。那就破不了墓的像，就是有这原像是没有破墓像。没有。你只有搁这墓里待着。嗯。是不是？从这个墓转到这个墓里，这也是土墓啊。嗯。是不是？这可以当活墓，这是真正的永久的墓。哎，就这小盒就是他永久家。实质呢，他这个绣球，这个原像入墓像，这个画回头刻都是刻他像，在日月绣球状态，这基本上是很难治，是不是？哎，说明这个就是这个墓就是棺木动了。你这个虽然暗动，但是它不受生，入墓了你生不到，一出现就入墓你生不到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用神仙庙神丹妙药也救不起，对不对？它不受生，是不是？生不到，是不是？虽然暗动，生不到。那么什么时候好结束啊？第二天晚上。初二晚上。紫的也可以。紫的也可以。紫的可以快一点，胸腔就凑进去了。凑不，不凑起来，凑进去。第二天，第二天是虚日，虚从他，他在入梦。本身这个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。出来了吗？没出来。你们先出来了吗？没出来。之前是不是没出来？不是没出来。现在是这样的扶着，是一个现在状态，它的改变状态才行。你看它就冲了。什么样改变状态？徐日呢，就是第二天。亥日呢？亥日他出来，是吧？只要是子日，要不是子日就出来了。要不就是子日。二十日。一个摇动嘛。实际呢？实际第二天就完了。啊，一摇动。这是正好是木质，看看这为什么敢干这件？他画出他就刻他这一个信息，他直接日月建设的一种信息，就告诉你就是在这月份。我这个墓是就在这月份画出来。对对，我也没有，就是。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代表一种思想联盟。是的，是的，
对对，肯定是月份。我还告诉你，我说你这个亥日就点点，应该是虚日子。虚日子，还值这个。就进门。对不对？代表四眼亮，就在东边。你要塌，代表塌，就是在塌的意思。明白吗？如果这是亥，这边的虚就在塌的日子。这已经定下是在亥月了。这四眼亮，告诉你这个四眼亮。我这次管他准备好了，这次呢，虚日到底管机关是不是？我把你冲开了，你把这个冤你给我出来，上这个，从这个墓出来上这个墓。啊，这下胜了一下，胜什么？上天，上到天元了，到天国了。嗯，一宣五，悠悠乎乎宣五。办迎期，迎期这个法子那么墨，这点头绪稍微。这个值月是代表一种四象象，不让它虚。因为为什么不说下个月呢？不说子月呢？这个月直接值寅了，是不是？本月就可以完事儿，对不对？就克哪底层次，对哪克多，就上层次克下层次，尤其底层次对下层次克，这一下就会致命，对不对？要同层次，它可能克不动。如果它直临底层次时候。比如还有个木，那你的转变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的，他转蛋，他层次降低是，他现在不用降低，是不是？就日间就冲出，再就差阴气，就是差什么？什么钱改变状态，你服了再出。就是在这个月内就能按日子，这其实已经出来了，因为有金跟尘土那个。那年谷没有科他让他出，没有那样道理啊。只有冲费冲福，是不是？直离要被直离是吗？你科他没有用，何况他还冲你科不到，对不对？冲不合理，就是正好。这两怎么看都是虚飞的。什么病？血液说的吗？看了什么病？高骨。高骨血液。不黄以后的话，心脏。三次数。咽喉部吧，心脏。心脏要不头部是不高的，不是谁还有小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心脏木也不成问题，木呢问题也不是太大，只是虚一点而已。看到什么？我入库，还有那个火的问题，主要是火的问题，就是信息。心脏这冠鬼的位置，告诉你说这个位置现在心脏部位吗？心脏，这心脏位置。哎，这个虚土像不像心脏？这是胸腔，是不是？虚土像胸腔，你藏定火，无动还藏定火。所以那吞，这一下吞住了，吞到战国去了。扶，这个扶哪？又扶
返回生命的力量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又返回到生命的原态了。你又准备重生了，复生嘛？他死后再重生嘛？谁家死人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加个康熙，就是用的炉弄什么，那个什么加的康熙，最容易最容易那叫神呢，还有那魂魄落在席上，就是凉席呀、啊，就席，一般这个样儿和这个是那魂魄就容易落在席上，那么一般上一般都是家里都是棺上都。盖个席，把席都盖在盖罐子上。要席冷了，恐怕这个魂就变成幽魂。你查了古书啊，它有些讲鬼神的信息的，就是康熙凉席，就是就叫就人死了之后，就是说没有棺材了，他再用康熙啊凉席再夹住，明白吗？让魂和这个席的在一起。嗯。现在卖人也是搁席。那割席是吧？割席，哎，就是说是有讲究。棺材上割席。对。是有讲究的。现在一样，现在是。啊，其实这个席割就是，就是洛阳的地方，叫红河地，明白吗？对。席也可以代表改变，就是哪个地方死就伏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做。啊。被车撞死的那他伏在。这个，而且这个魂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魂魄。他就间隙他就往上住，间隙往上，如果有妇女往上走夹着席，他肯定就落上去。所以你那是，你放村儿给你看，千万别给你夹上席，夹那席，那么落上就上你身。有时候有那些死同样死，有时这个就是说撤到别人席上。